各位小朋友、同學，好多謝今次有機會喺度呢間學校度講關於一啲玩具安全嘅一啲嘢啦。咁亦都好多謝我隔離呢位琪琪，琪琪靚靚小丑姐姐。咁你可以叫我哋公司係一個叫做 TUV 超人。咩係 TUV 啊？TUV 咧，其實就係一個我哋係一個測試嘅，幫出邊嗰啲產品做測試嘅。咁你見到我台面所有呢啲咁嘅玩具嘅產品咧，都係經過我哋做完測試。測試係咩咧？係做翻一啲實驗，咁佢可以俾大家玩得開心啲嘅嗰啲嘢，咁就叫做 TUV 啦。哦，咁咪即係幫我哋咧去測試啲玩具係咪安全，睇下我哋玩嘅時候會唔會唔小心頂親嗰啲啊？冇錯啦。哦這個公園裡面它那個地下的腳呢是其實爛了的，還有呢它裡面呢有個鐵扣那個呢其實呢它都是會損壞了，再加上它裡面的繩索呢是都爛了。這三樣東西如果大家在玩的時候呢就很容易會發生意外的，當你在玩這裡的地方的時候，如果壞了的東西是不可以再玩的，因為是會有影響的。如果大家去這些這樣的遊樂園的時候，室內遊樂園的時候，第一件事做什麼啊？消毒手。是啦，沒錯啦，消毒手啦。平時呢我們可能在禮堂的時候都會見到這個標誌的，所以我們平時呢如果有什麼特別措施，當然要聽老師的指示啦，他就會帶我們去一個安全出口啦。但是呢剛才哥哥講到啦，如果喺室內遊樂場嘅時候，咁冇老師喺度噶嘛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咧就可以提下爹哋媽咪，要揾下邊度先係安全出口。有啲咩事發生嘅時候，例如有火警啊嘅時候咧，咁我哋就可以安全咁樣離開啦。兩個人一齊滑嘅斜滑梯咧，大家都玩過咯，嗬？咁如果兩個一齊滑嘅時候，咪覺得好逼啊？咁冇錯啦，咁因為咧，如果太逼嘅話咧，咁就會影響大家噶，因為大家啲皮膚啊會擦到嗰個側邊啊都會損噶。呢個斜滑梯上落嚟嘅時候咧，佢都會有個斜度，咁佢斜度唔可以太斜，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個速度太高嘅話咧，大家跌落斜完出嚟嘅時候咧，就跌落地下咧，就亦都會受傷噶。波波池入波波池之前同之後做乜嘢？好啦，就呢個同學仔啦。要除鞋同埋著鞋。除咗洗手之外，我哋要注意啲咩安全啊？啲波波嘅大细。系啦，啲波波大细喎，唔可以。同埋一样嘢，你有病嘅时候去唔去波波池玩啊？唔去。冇错啦。我哋掌声呢个小朋友啊！嗱，而家呢个咧就系机器咁样喷出嚟啦。咁但系咧，如果我哋玩吹泡泡嘅时候，我哋系用个口咁样吹噶喎。用个口咁样吹嘅时候，可能就会包含咗我哋一啲口水同埋细菌。所以我哋病咗嘅时候，可唔可以玩吹泡泡啊？系啦，就尽量唔可以玩吹泡泡啦，尽量可以玩机呢啲就会好啲啊。咁因为這些這樣的膠料呢啲咁嘅胶料咧，其实你自己搣开嘅时候咧，咁佢会有啲刺喺度噶。最主要嚟讲咧，就注意你玩嘅时候一啲锋利嘅位置就要避开，唔好玩。甚至乎你可以同你啲爹哋妈咪或者系大个少少嘅。朋友同學仔一起玩，因為這件事呢是會直接割親你的手的。嗱，記住不要亂放任何東西，甚至乎大件的食物、硬的食物都不要放落個口，要盡就算是的話都切開細份啲去吃。其實呢我問了呢哆啦 A 夢呢借了個法寶放大鏡，那這個放大鏡呢其實呢就可以看到一件事呢，這個盒會是有些東西寫了在這裡的，每個年齡的限制，有些 BB 仔去到三歲不用得，大家陣間幫琪琪姐姐找回這個盒裡面這個標誌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好了，對了，如果它有個紅色插了的話，是不是代表不玩得？沒錯了，是不玩得，但如果它沒有呢？玩得。冇錯啦，答啱啦。呢啲光咧，其實佢咧就遮住咗，但係咧，你就咁睇得耐嘅時候咧，大家會發覺係刺眼嘅。同埋聲音咧，如果我擺得太埋呢度嘅時候咧，我不斷咁撳嘅話咧，佢會覺得好嘈。如果係玩得耐嘅時候咧，係會對大家隻耳仔即係聽覺同埋隻眼睛視覺都會受損。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知道玩呢樣嘢嘅時候要注意點樣樣。小希姐姐而家冇敏感嘅痕啦，
咁又冇。大家有冇紅啊？有。佢紅係顏色嚟嘅啫。係啦，咁佢啲皮膚都好好，咁所以基本上咧就係佢用呢個顏料咧係 OK 嘅，係合格嘅。第時聖誕節嚟啦，咁如果爹哋你哋嘅爹哋媽咪帶你哋去一啲party 嘅時候咧，將你哋畫面啊或者化妝嘅時候咧，如果你感覺到痕啊或者腫啊，你就要同你爹哋媽咪講要小心啲啦，咁嗰啲顏料咧就唔可以用噶啦。我做呢個實驗咧，其實咧就會話俾大家知咧。其實呢幾塊布咧，有邊幾塊布咧係有問題，同埋邊幾塊布係安全嘅。我將塊布放落去呢個水入邊，我大力搖下佢，嗱，大家應該係見到咩啊？冇錯啦，係。透明的是基本上这块布呢是没事的。我拿另一块布都是拿回一樽水。变了什么啊？那就告诉大家这块布是有些危害的物质在这里。大家想不想出来试一下熬一下，即係著呢啲咁嘅動物衫啊、超人啊呢啲咁嘅衫咧，都要注意。如果你著到喺身度嘅時候咧，你覺得痕有任何嘅反應，咁咧大家咧就要一定要話俾自己父母聽，有可能件衫有問題。電池用嘅一個風扇咧，譬如夏天大家出街嘅時候咪好涼爽嘅，但係雖然嗰塊葉咧，即係呢塊咁嘅嘢咧係好柔軟，但係大家小心用嘅時候都小心喎，因為好容易割到眼，甚至乎整花整損自己喎，知唔知啊？咁如果割到自己嘅時候要做乜嘢啊？首先同老師講咯。冇錯啦，啱啦。我想問一下咧，大家知唔知道咧頭盔愛嚟做乜嘢㗎？保護自己個頭。係啦，咁你平時會幾時先會戴頭盔㗎？要踩單車嗰陣時先至戴。係啦，冇錯啦，我哋俾掌聲佢啦。大家覺得佢哋戴得啱唔啱啊？啱喎，嗬。鬆嘅話咧，大家記住咧就拉翻緊佢咧，咁就得噶啦。無論帽啦定係頭盔都要揀合適嘅喎，如果唔係太大或者太細咧，咁就會唔舒服噶啦，亦都保護唔到我哋個頭仔喎。咁如果大家有問題嘅話，除咗問自己父母、問先生之外，仲可以問乜嘢啊？超人。好啦，咁不如我哋再次俾啲掌聲，我哋今日嘅小朋友啦，同埋唔該。